是你呀、啊、你来得正好，就让你在死前见识一下龙之丹田吧。吸收全天下的习气，就能得到无上的丹药了。
非常感谢你，想必袁将军也会大为喜悦。当平定乱世之英雄现身于世，将心高悬于夜空，璀璨夺目。小女虽忧虑天下苍生，却无驰骋疆场之武勇，唯有借关心得星宿之启示，以窥见未来。小女只愿从恒守望，避免星宿所示之英雄误入歧途。愿天上的星宿亦为汝指引一条光明的前路。如此一来，京师百姓就得救了，我等这便返回复命吧。联军已然一盘散沙，眼下可谓是名存实亡，人终究是自私自利的呀。无论何种情形都难以改变。真是惨不忍睹。师父，这次是南面，襄阳似乎已被邪气笼罩，但也不能对丹药坐视不管，董卓就交给老朽和红晶来应付，汝速速动身前往襄阳如何？大乔啊，你义父他很疼爱女儿，对吧？孙将军已往城内去了。究竟发生何事？看来情况甚是有异。我曾在京师看见父亲和一名可疑的黑衣道士交谈。哎，这个老爹有事居然隐瞒我等，赶紧追上去。哦，阁下可是虎牢关的那位侠士？阁下便是传闻中的骄阳大名，在下孙权，字仲谋。我军正好遭遇棘手之事，此乃不祥之兆，难道父亲有何不从？别说傻话，猛虎怎会如此轻易遭人所擒？对不对，老爹？